又要打包出去了，堂妹也会出去，这过年没吃完的东西都拿过来了。你们因为笑的嘴都合不拢了哈，嗯。你看我们这个点算了多重，刚好他们今天走，我们昨天回来。安排的妥妥。嗯。想再多玩两天你都不让，不然家里没人是吧？老板，啊，你吃完饭再吃，放到这里。年过完了，又要开始搬砖模式了。干活了。你也去是不是？跟我拜拜。啊，去吧去吧，快去。傻瓜死你。打包这些东西。干嘛？干嘛去？干嘛？啊。看一下这个后备箱里面塞满了吗？我们那天走到车走到那个路上，看别人的后备箱都是塞得满满的，盖不进去了。哎呀，哎，已经盖不下了，还等一下。我可以去吗？我可以去吗？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下雨啊，这家里天天天下雨。500万呢？好久没看过百万了，百万，我昨天回来还没喊过你的，百万你还记得我吧？百万，百万，坐，来握手，握手，会不会握手？傻狗。你不说你在家吗？啊？你不说你在家吗？你就说说而已。哦，这。就这样吗？笑死你了，这样挂在这里。都没上车，他坐在上面，你去是吧？拜拜，就赚点钱回来给我花哈。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还提行李，他们也要去，他们去上瘾了。他们去上瘾了，他们两个也要去。两个傻瓜哟。一人拿个行李箱，你们这是在摆拍吗？再过个20年哈，二十年后，嗯，就可以去了哈。哭啦？啊？谁哭啦？啊？你哭什么你哈？我咋不得？我拜拜。我过去拜。这一点，爸起来哈，下次找办法哈。拜拜。大一点就是大一点哈、啊。啊，爸妈走了，奶奶们出去了，然后养个大的，把这里看搞成超市了。这过完年就是不一样，都富有是不是？啊，一个个都成了富婆了是不是？啊，哇，这个可以开超市了。请问我要拿吃的还要付钱吗？这是，啊，可以，不错，收拾的不错。还有两个小的嘞，跑哪去了？知道不？去买吃的了。又去买吃的？这过完年家里吃的还少吗？还去买吃的？哎呀，呵呵，看着好舒服。我来吃一个糖。